快捷汉语一加一第二十一课友谊第一幅画词汇过生日歌手热情礼物蛋糕对话老李要去哪儿？他要去一个老朋友的家。老李去老朋友家干什么？他去给老朋友过生日。老李的老朋友是干什么的？他是一个歌手。老李想象老朋友见了他会怎么样？他想象老朋友会热情地欢迎他。老李带着什么礼物去老朋友的家？他带着一个蛋糕和一瓶酒去老朋友的家。第二幅画，词汇。祝愿，内容，祝快乐吹蜡烛许愿对话老李想象他和老朋友在一起干什么他们在一起吃生日蛋糕老李在唱什么歌他在唱生日祝愿歌生日祝愿歌的内容是什么？生日祝愿歌的内容是：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老李的朋友在干什么？他在吹蜡烛。吹蜡烛以前应该干什么？吹蜡烛以前应该在心里许个愿。第三幅画，词汇。聊天儿，聊。日子。合影过去现在将来美好时光对话吃完生日蛋糕以后老李和老朋友在干什么他们在一起聊天他们在聊什么呢他们在聊以前的日子。老李在看什么？他在看他们以前的照片。那是谁的照片？那是老李和老朋友以前的合影。他们在回忆什么？他们在回忆过去的美好时光。第四幅画词汇弹琴钢琴吉他关于友谊手地久天长对话现在老李和老朋友在干什么他们在一起唱歌。老李的老朋友一边唱歌，一边干什么？他一边唱歌，
一边弹琴。老李一边唱歌一边干什么？他一边唱歌一边喝酒。他们唱的是什么歌？他们唱的是关于友谊的歌。那首歌的名字叫什么？那首歌的名字叫《友谊地久天长》。第五幅画，词汇：紧紧、拥抱、激动、平静、之间、感情。对话：唱歌的时候，老李和老朋友怎么样了？他们紧紧地拥抱在一起了。老李和他的老朋友怎么了？他们都哭了。老李和老朋友为什么哭了？因为他们的心情很激动。这些都是真的吗？不，
这些都是老李的想象。老李为什么会这样想象？因为他们之间的感情很深。第六幅画，词汇：根本、李、有名、失望、没想到。对话：现在老李到了哪儿？现在他真的到了老朋友的家。老朋友欢迎老李了吗？没有，老朋友根本没理他。老朋友为什么不理老李？因为老朋友现在已经是有名的歌手了。老李心里怎么想？他很失望，没想到老朋友会变成这样。老李带的礼物呢？礼物被老李扔在了地上。